直播间的家人们，我盲猜哈，你现在作业没有写完，工作没有完成，却心安理得的在那里刷着手机，你时常会感到四肢无力，脖子酸痛，你对未来非常的迷茫，年纪越来越大，但是你却安于现状。别骂了，间接性的焦虑，时常性的安逸，对不对？真别骂了，你这种人，你自命不凡，认为自己不是普通人，但是你却不愿意做出改变，你要一直颓废下去吗？说你想不想成功？家人们，想不想成功呀？想不想成功？弹幕太少，我看不见，想不想？弹幕这么少，还想成功？好，很多弹幕。那今天探哥给大家带来的是成功能量水。成功能量水，不要小看我们这一瓶成功能量水啊，它可是成功学大师蕴藏了意志力和内在潜力的开发啊！小小一瓶，满满正能量。只要喝一口啊，咱们这个成功能量水。然后你闭上眼睛，心里默念：我能成功，我能成功，你就一定能成功，一定能成功。耳听为虚，眼见为实。今天我们直播间啊，随机抽取一位家人来试喝我们的成功能量水。那我就选阿松，滚！哎呦呦，站着，来，大家可以看见哈，这个阿松他啥也不是，就是个 loser。定中之定。阿松，你能不能成功？不能。大家喝成功能量水，喝，喝。阿苏，闭上眼睛，心里默念：我能成功，我能成功。来，意志力，鼓掌，来传递正能量，鼓掌，正能量。对，你相信你能成功，你就能成功；你怀疑自己，你就不能成功。不能成功，不能成功，不能成功，不能成功。我成功，成功了，阿苏，我成功。你怎么成功的？我现在商业奇才，我懂了，我懂了。我明天就去纳斯达克交通。哎，我要上市，来，我首富，太棒了！继续成功，继续成功，成功就在眼前，继续成功，继续成功，我继续成功。怎么样？现在觉得怎么样，宋？怎么样？我变帅了，是吗？来来，给大家看一下，好帅啊！大家觉得帅吗？家人们，帅不帅啊？帅不帅？阿宋，你这么帅，你要去追谁？我要追王冰冰。家人们，王冰冰等着。觉得阿松可以追到王冰冰的，扣个一，扣个一了，家人们都在扣一，阿松，都在扣一，我又帅又有钱，王冰冰，等我，阿松加油，加油，帅呀，真的亲眼所见，家人们，阿松都成功了，你想不想成功？想不想？想，都想吧。好，那现在我们这个成功能量水，好，原价9800，但我为了让家人们都能成功，来，我说一个数。不能上架，鹏哥，我还没有成功啊！别哭，每次直播都哭，你怎么成功？喝，像个娘们儿一样，喝了它，自己成功去。家人们哈，不要管他，来，这是我们的这个成功能量水哈，准备，多少呢？我说一个数，我能成功。这个是，我说个数，98。叫我神风。小胖，哎，我们还有多少箱成功能量水？还有100箱，还有100箱，现在给我全部上架！好，全部上架，家人们！雪家军今天给我冲了！雪家军冲，不要叛逆，就雪家军啊！家人们给我冲！好，你们俩人喝，来，喝，快点喝成功能量水，我们喝！啊，一起来，我